轻快音乐搭配舞曲，为今年迈入第十二个年头桃园闽南文化节揭开序幕。系列活动接力登场，由社区、学校、公庙组成的40队义歌队伍热闹采街，以及超过1000人的采街团队共同展示表演，创造属于桃园的闽式嘉年华盛会。跟头段开场的表演同款吼，我相信每一队的开场的采街的表演也是一定足精彩。啊，今年咱个华东的规个巴德的主要市区，好多可以做些来采街，哦，一定精彩可期。身为文化大熔炉，桃园闽南人口超过100万，借由结合文创产业，透过系列活动彰显传统文化最精致的层面与内涵，不论是艺歌工艺、服装创意、动感歌舞，个个有看头，体现桃园多元文化。总奖金有42万，啊，第一名有10万，第二名5万，第三名3万，依次对对，每一个装饰的这个队伍呢，除了今天采街完毕以后，之后的一个礼拜，我们会在八块座艺术村这里，大能森林公园这边再展示一个礼拜，让我们今天的花车让大家可以再继续来观赏。活动除了延续历年亮点，更安排文化发展论坛，邀请超过30位专家学者，针对传统工艺、文创、表演艺术等层面进行深入探讨。还有民众引颈期盼的宗泡塞板豆，今年以李新厝为活动主题，让民众了解传统半桌菜，以多元活动的形式重新诠释传统文化特色。记者李萌庄带据桃园采访报道。